位旅客您好，第二月台 A 侧即将有列车往返，请旅客不要靠座位靠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各位旅客，请勿在月台 A 侧，今仔只有列车通过了，请旅客唔通靠近我台面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各位旅客你好，今日 AM 专用列车广告，请旅客勿挂住任何链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没关系，我只到东岭。就是他各站停，就是他到新竹算很晚。他怎么停？他是先停好吗？对呀。本来是苗栗中途的，然后就是没站停的呀、啊。什么福州什么那个福什么？对，福州南树林三家有停的意思。树林跟英哥也有，桃园有。自强号是停主要的车站。因为这个刚好时间点是这个差40几分，三一，那你先找地方坐啊，是我没站团，每天要坐一包。明天你们要搭区间车吗？还是搭283？283，等一下我搭的，下一站新竹。为什么不车？不用吗？8:15开的啦，就是8:多的，那他今天。